所以他是当着你的面讲要放你的事吗？当着我的面，他不用当着我面讲，他现在呼吸都闻到罢免两个字了。公庙的东西，因为你也不在那里了，好，我就不问你这个了。有啊，我在啊。你已经走了吗？嗯、他对他我走了。他对他推挤的时候吗？对啊。没有推挤。他推挤都没有，没有推挤。所以他是当着你的面讲要放你的事吗？当着我的面，他不用当着我面讲，他现在呼吸都闻到罢免两个字了。你有当面听着他说要罢免？你们在那个场合？他应该是有安排人在现场看了，我离开之后他才进来。我想这个台中市政府事前也不知道哦，严先生上去会宣传罢免。但严先生上去之后就是侃侃而谈，我们都有影片为证。OK， 所以你有拦路吗？因为影片上我看得到你稍微有跟他发生一下推挤的。这个前后的这个阶段，就是在他经过的时候转个身，然后对他说出我们的诉求而已。因为我真的是气不过他在中二选区对国委团队的努力铺天盖地的抹黑。你那天经过的时候，他怎么跟你回应？他说这是自由意志的展现，那我对他说出1023支持陈柏伟，我认为那也是我自由意志的展现，完全没有叫嚣的成分。他是想要冲过来跟你理论，对，而且当时是不是警察有出来？是，当时候现场有非常多的警力、庙方的人员跟民众，所以我完全不可能对他或他们的志工做出叫嚣仇恨的行为。